次呢，因为自己并不一味的强调性感这件事情，所以跟你一起出席的女明星，如果有一些人就是打扮的样子看起来很容易走光，你心里面想的就是说她是故意的吗？不是，我都会去提醒她说你因为快要走光了，但是我到很大之后发现我也不应该乱提醒，因为有的人他就说啊谢谢，就也没有想要弄一下。你阻挠别人那个自己的计划。那可是有一些真的是只是为了打扮得很漂亮就很容易被拍到，那只要研究一下，就是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你又想要穿得很漂亮很性感，可是又不想被拍到走光照的话，应该有哪些防范的措施？那这几位女明星呢，他们会一位位从门背后出来让我们看一下。最妙的事情是他们今天穿的这一套衣服就是他们有被拍到过或者是容易走光的衣服，所以呢把大家还原到犯罪现场去看看怎么样防范这件事情。好 That's good. 只有你会觉得 good 吧？好，我们要请第一位来宾出场了。欢迎第一位哦，现场的好人嗨，你不要带我的衣服，袁爱菲小姐啊，来这边请。这个是这个衣服是我觉得还蛮容易走光，而且其实我经纪人又帮我加工了，原本它更容易走光，可是我两边已经有别起来了。这边如果宽松就更有问题。对，它是从侧边。那它的问题就出在太大件吗？对。对啊，看起来蛮保守的啊。可是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稍微弯一点，然后它这个地方就会看到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因为它其实虽然说看起来保守，可是有点短。所以如果我就是这样子的话，对，就这个地方也会就是，他们就会有点想要拍。是，对。她虽然是那个女学生，可是她也已经拍过了男性杂志封面全裸的照片。哇，不过是背部全裸嘛，所以对，是这边。在这样侧坐全裸，哇！好，那今天我们有帮你们准备专家鉴定一下，你们今天这套衣服对他们来讲哦，见猎欣喜的程度到哪里？那这是一位前任的专门拍摄类似照片的专业人士潘毅宗先生，潘先生，前辈，请问一下，你从事拍照这件事情几年？大概11年吧。11年，明确的只是要拍到女明星越曝露多的越好的照片吗？那近几年应该说媒体他在这个照片的要求上变多了，所以现在的长官会要求说你需要两套照片，一套就是摆好 pose 正正常常，那一套就是所谓的花絮，那这个花絮就包含了所谓的花絮露底的啊，露点的花絮。所以等于袁爱菲穿了这一套出场，记者们，男性记者们通常觉得，如果满分最让你们高兴的满分是10分的话，这件衣服大概到几分？大概在8分的程度，已经算很高分，可以拍很多花絮嘛。对，就是说你们心情会好，对不对？就这是容易，这是容易。就是说今天有机会拍到花絮的。OK， 对。所以满分10分，你这套有8分哎，不，你为什么要谢谢？这不是。对啊，又不是因为他们拍，就是他们觉得可以拍到，可是拍不到。对，因为我里面有防护措施，就我已经别得很紧了。他不应该这样讲的，因为就会激发你们的斗志。对。所以每个女明星在媒体上放话说，我就是不会让你们拍到走光照的时候，你们就会约好说，我们一定要让她难看。这时候大家就是自己各自兄弟瞧好角度，各自发挥。对，你说她这是8分，那请问大 S 这一套的话是几分？哇，这个就很困难，非常零分了。这个就是真的。所以你从来都不给人家好日子过了。有，但是就是自己还是会懂得怎么防范啊。因为你在袁爱菲旁边，你真的很像老师。就今天穿很多的感觉，国文老师哪是？好，所以爱菲8分还不错，等一下会教我们一些姿势上面要注意的事情。好，请坐。哎，阿贝你啊，你今天装扮不同哎。阿贝，我今天就是在展场流连忘返。所以是在抓住人生最后的春天吗？对。那欢迎下一位。好，我们欢迎第二位啊，欢迎。魏曼，哎，魏曼这件事，你觉得他走过来的走路的姿势怎么样？我走路的姿势有点怪怪的，裙子那么短，还豪迈的走出来。对，这倒不是走光的问题，就你光走路，人家拍下来就够精彩了。真的吗？对，你走路都这样吗？对啊。就是因为我可能拇指外翻很严重，所以我没有一双高跟鞋是适合我的。所以现在不舒服是不是？对，然后我又左脚比右脚小，右脚又比较大，
OK。对啊，就常常哇。你在袁爱妃后面出来的意思是这套更讨喜吗？这套没有走光的问题吧？对啊，其实我没有被，我没有走光过。它前面只有在拍了耶。哪里？那边。你搭旁，你搭旁边来这样。对啊，因为你看，而且有一点点透明。对啊，因为你看我这样子，其实我的差不多还这么一长段，可是它的感觉就已经在一点点就要看到，可是小裤裤了。可是它的比较紧身，所以比较不会有这种空空的危险感。这个就是说，如果风吹的话，袁爱妃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她转圈的时候，对，哦，做动作的时候，她这个其实还好，还好。可是就是说，她如果站在一个强光的，她就是透过透明了。如果像这两个妹妹这种演艺圈的资历，记者们是会直接下令说腿开一点或什么这些吗？资深一点的摄影大概是会的，会直接讲哦。对，他就说，稍微再前倾点，稍微什么，这个他们拍照的经验很高，尤其在展场的时候，这种下指令的机会很。你们两位有听过这种指令吗？会，他们都好直接哦，就是说腰弯一点，低一点，然后我觉得，因为那时候就是太多人拍，然后我就说，哦，好好好，就马上立刻照办。真的吗？很容易受控制，可是因为我都有做，就是有贴好，所以就比较不怕。那如果你今天这套，他们说转圈圈，你会转吗？因为我里面其实有牛仔裤，所以我怕转的是他们看到会觉得还好，可是我会转很小圈这样子。所以你现在有牛仔裤对不对？对，穿在里面。那你大转我看看。大转就是这样啊，然后看到里面是牛仔裤，就是那也很可爱啊。所以你没有被记者下令过？有哎，但是他们没有传达到我这，我是听到他们就讲说丢1000块就要剪了。这么直接，对，我说你赶快丢1000块就要剪。你们是在闹吧？讲这种有些是真的开玩笑了，那有些可能就是如果你在展场，那有些不是专业的，就是可能是宅男啊，或者是就是像你这种啊。对，我们通常都丢100块而已啊。我们比较穷。可是你们听了这个话之后，会懂他们的需求，然后就稍微再做一些弯腰或捡东西的样子吗？没有，我就还是就正正的。OK， 好，两位请坐哈。对，你怎么今天到处游走？你到底在找什么东西？我在抓角度。到目前为止有拍到什么了吗？没有，因为我们就是还在调，因为不好意思。是，可见专业度还不够啊。对，所以要问一下前辈，你都这么资深了，还做不到这件事情？我们要请下一位。好，我欢迎下一位，玛格丽特。好，欢迎玛格丽特来到这边来。这件尺寸件代表我的最恐怖的一个经验是白色的泳衣。哦，对，因为没有办法穿那个泳衣，所以我就穿一个白色的。你曾经穿过白色泳衣？对，在台湾表演，对，在水里，水里面。然后呢，我完全不知道，到一就是从水里出来，你整个是全部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泳衣里面应该有，应该在那个白色的泳衣里面，它应该会再缝一个肉色的衬。可是马格那天穿的泳衣是整件白色，没有任何的肉色的衬在里面。对，里面就是身体了。对，所以出来会长成怎样？就像是你看男生如果穿白衬衫冲了水，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线条。哦，就是那个泳衣就几乎是那个样子。那就冠军啦 ，winner， 我就是 winner 那一次，还有那一次是。但是哪有贵？我妈妈在台湾。你妈妈在台湾的时候，那一次那个时候，就是为了欢迎她来，这样吗？隔一天，所有的报纸跟一周刊，就是我的那个我的内脏，就是3个点都可以看得出来。你那时候已经是艺人了，对，不是游泳，不是，那个时候已经是艺人。强光之下，那个影子会更清楚。对，所以就是关切的问题。白色是一个很危险的颜色。对，白色是非常危险的颜色。那今天这样就应该还强光也会造成一些结果。我觉得还是会。所以强光会使得它内衣显露出来，尤其是那个颜色对比强的时候。所以你应该在里面穿白的内衣，对不对？我穿那个黑色的安全裤。对，因为从这边就可以看出里面有一块黑色的。对。那是好的吗？就人家就会知道你里面有穿安全裤，对，你就是如果你看不出来有黑色一块，人家就想说，哎，会不会有？对，最近开始想 ，OK， 最近开始有最终的表情。刘雨欣、袁爱妃走光照，陈汉典差别待遇。你今天是冠军，因为你被拍到过的走光是最严重的，对不对？是整个上衣都滑落的那一种。
他走光那个照片是你们都看过的？没看过哎，还好。那我们现在就为大家。不要。所以你也看过袁爱妃走光照是翻白眼的？他那是素颜那种，那种我们就不会停留太久。好吧，哥，欢迎你啊，请坐。谢谢，谢谢。其实读者可能那个最近已经被喂太多这一类资讯，所以就到最后可能想说就算了，也 follow 不了这件事情啊。对，也有可能。那在座是只有魏曼没有被拍到过？没有。然后袁爱妃有吗？她是从侧边。你看她人中没有？有。刚刚讲了很久，她都不听话，很难吃的表情。对对对，闻到臭豆腐的味道什么之类的。就是。我就穿了，他们是从侧边拍，然后就拍到我的那个桃红色的小内裤，然后就那一个礼拜，我都一直觉得人家看到我就是他说嗨你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眼睛就扫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天啊，这就是下次再也不能被拍到了。你真的觉得他们会带眼光会改变？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心理作用，可是就觉得陌生人就跟你讲话的时候，可能就会这样。就觉得好像要透视你，因为他看了那个你的走光照。可能真的是心理作用了。对，我可能自己想太多。对，因为后面要出来这几位，就是男士们跟他们讲话的时候，眼睛不知道放哪里。真的。对，很容易就让他们觉得这个心里面在想别的事情啊。阿贝，我们要找下一位了。好，我们欢迎下一位出来。到底要看他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来，引擎到我们这边来。这件蛮安全的啦，所以这一套是曾经给你带来麻烦的衣服吗？其实不是这一套，可能是有另外一套，因为有一套是很长的一个那种很像蛋糕的那种礼服，然后因为那时候那个活动是在户外，然后你要坐那个跑车，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想说，哎，我里面已经有贴胸贴，也安全，然后我就很大拉的坐下去以后，发现因为那时候减肥减瘦下来以后，整个这边是空的，然后一空了的时候就会有，知道直接可以看到更深。对，然后他们就以为说，因为我贴胸贴，他们就以为说我露点。然后从那个角度拍的时候，其实根本就只是拍到影子，对不对？对，他是拍到影子，然后可是很多人就一直把它放大、放大、放大，然后就看，就想说那就黑黑，总会有黑黑的那种阴影在那边，对啊。记者其实知道那些影子也会讲成是，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啊，他自己是不是会调色，把它调到比较那个？有可能。对，我一直想问这个问题。有可能。有可能把那个影子稍微修得带肉色一点的感觉。比如说他这样就可以登了，或者是说直接马赛克嘛，就没有什么差别。哦，人家就不知道到底那个就是读者自己去想象，那个露出来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哦，那徐熙媛穿这样，你也可以把它马赛克全部。什么马赛克？三个点吗？那就有点浅，栽赃你挖洞了。所以影评这件。这件如果有问题的话，会是弯腰，对不对？应该是弯腰的时候，然后可能半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如果正前方有人的时候，你不要吓人。我觉得正前方还好，可能是侧边的时候。对，就侧边的时候，然后这件衣服就是侧边的时候非常容易。OK， 所以你们今天如果知道是要去拍大 S， 你们心里会抱着绝望的心情去，就把那个学弟叫来，今天跟你换一下先，就知道不用怀抱这种多的想象就是了。也不一定啦，因为新闻的数值有时候是不太，就是它内容不太说一定是要露点。对，因为徐熙媛有时候会讲一些很惊人的话出来，是很吓人。你就从精神面上面给人家爆料。好，影评欢迎你啊，谢谢。我们欢迎下一位。好啊，你血管不行了，对吧？我还可以啊。来，这边请。哇，你这是看了你衣服哎，你知道吗？刚刚知道。你刚刚才知道这衣服是透明的。嗯，因为这衣服我买了一年半，然后我就昨天想说要配这一套，然后拿出来之后，后来啊，我就发现我又没有就是肤色的 New Bra， 就请助理帮我买，然后就殊不知 New Bra 它的细胶其实有点带粉红色，对，所以我就刚有反光，对，然后刚刚发现这样穿有点太情色，所以我想说还好我今天原来穿来的是肤色的。因为他刚刚对我们节目有多好，他本来就不穿里面的内衣就。主要就是 New Bra， 然后我觉得有点害羞，然后我怕大家观众会不舒服。
对。那你自己本身有很在意走光这件事吗？还蛮在意的，可是我就天生少一根筋，我就还蛮容易常常会走光。你那个距离是都看得到了吗？看得到。所以你就会认为这位小姐今天就是准备好要来被拍的。嗯，对。然后就不会手下留情了。不会啦，就是快门也会开始调连拍了。你今天是冠军，因为你的走，你被拍到过的走光是最严重的，对不对？是。是整个上衣都滑落的那一种。哇，太少根筋了你。嗯。当时是在洗游泳的地方冲凉。对，因为它有那种就是像游乐园，就是经过会有一大盆水这样倒下来，然后那水柱很强。那我其实也不知道它水力有这么强。你去玩，有儿童池，而且我想说儿童池那水力你是为了节目去还是去玩？去玩，就私底下去玩。去玩有水从头上浇下来的那一种。而且因为我想说儿童池就是有很多爸爸妈妈跟小朋友都在那边玩，我就想说应该那些的游戏应该很温和才对。然后我殊不知就是一个大人过。它的就是那个水力有这么强，对，就把上衣冲掉了，然后就被拍到了。对，可是我其实自己不知道它有，可是我不知道它有整个飞开，因为我只是觉得哦，身子有松掉一点，赶快拉起来这样。对，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原来我走光哎，在当下。他走光那个照片是你们都看过的吗？没看过哎，还好。那我们现在就为大家。不要。没有啊，走光。一个就是想说大家都淡忘这件事情。这多久以前的事？半年一年吗？一年。一年。陈汉典，你记得这件事吗？不，我只是记得那个事件而已啦。我一点都没有印象，只有你记得哦。对，那个照片还蛮。刘一星每次你都在想这件事吗？好害羞。你怎么那么吓？主持人怎么可以那么吓人？你就要 follow 这个来宾的他们一些新闻。你别的都不 follow 这个。因为他来这么多次，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啊。谢谢，还好还好。所以你自己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新闻，对不对？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讨论说，他会不知道，就是说真的被那么明确的拍到，对，那么明确的被拍，大家都在。可是你是真的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可是后来就是在翻的时候，就是看到那照片，确实想说，天啊，那表情好不自然，跟好做作，就是怪不得会经过大家这么多人捧击。除了陈汉典一个人之外，剩下棚里人通通都不。哎，我很高兴，你们都没看到，你有看到？没嘛，给哦，没给哦。你有看到？我有看到。然后当时你有没有跟大学生的那些人在讨论这件事？是有跟几个好姐妹就说，哎，就是他。然后我们有在猜说，那他到底是有约还是没有约？因为觉得怎么可能被拍得这么美？他的表情是什么？就是我记得是笑吧，笑，对，就笑得很像那种你在户外拍外景那样。可是后来我们周刊被拍到是那种就是翻白眼，就是露脸的那种，对。三下巴，然后就觉得他这样子也太幸福了。所以像袁爱飞他们这种大学女生跟姐妹，她在聊你的事情的时候，她们得出来的结论，对，你就可以想象她们认为就是你约好的。就如果换成是我看到其他女人，我可能会觉得这么不自然的表情，怎么会拍刚好可以拍到是还不错的表情？那你是蛮满意的，是不是？不是蛮满意的，笑容用嘴，竟然都被拍有裱起来放在家里吗？没有。是因为你知道他参加的那个选美比赛是世界比基尼小姐，那一定就是目标的啊，就是。可是也因为这个比赛，就很容易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太性感，或是一定要穿得很露上节目。然后后来就是得了冠军之后，那一整年啊，我们上节目通告，很多人都会要求直接叫你穿比基尼吗？上节目哎，然后或者是走婚纱展哎，可是上面是比基尼。然后这样子一年之后，我妈就跟牌友在打牌，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她跟牌友打牌，然后对面的阿姨就说，我又看到你了。你要不要揍你背后的老贝一下？不是啊，因为我在看你这头发有翘起来一根哦，我这叫走光。你这叫静物拍摄。播一下，播。然后我妈就说她在打牌，然后对面阿姨就说又看，就是他们之前说又看到你有穿比基尼，就是出席哪个活动。对。然后我妈就边打牌，然后就是含着泪眶，然后她就很慎重。打牌含泪，这实在很惊人的。大家应该不敢扶她的牌。这样有影响，是我觉得说妈妈也会觉得对家里变成一个很大影响，毕竟女儿出去形象不好，然后我妈就很就是关起门来跟我谈了很久，说你活动一年了，大家也应该知道你是谁，那是不是可以不要再穿这么性感？所以
请问刘一新的那一次拍照是你认识的人拍到的吗？是我们周刊里面，我那时候在数字周刊服务。OK， 所以你知道事实哦。其实这个至于职业道德啊，这个我们不方便说了。那其实，在我们接触的 case 里面，是很多是经纪人安排好的，但他大概知道。那有些是艺人自己知情的状况。哦，所以有的时候是艺人表现的好像不知情，可是其实经纪人是知道的，知道。其实经纪人瞒着他，所以他是在你事后求证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哦，他在今天就是有什么活动，然后他那是不小心没办法安排好什么这样子。所以如果经纪人请你们去了一个泳池，结果很不幸的没有水柱把他的上衣冲掉的话，你们会跟经纪人发脾气吗？说讲好了去等那么久就对。所以经纪人还要确保那个水会把衣服冲掉。这个就是好像说大家有默契在，你今天发了我这个通告，就我来的目的是什么？可是他如果冲掉，结果你们自己没拍到那个千分之一秒，那就怪你们的技术，对不对？哦，对。所以这样你们就不会怪经纪人。对对对。可是依然是一次失败的宣传，如果没拍到，这时候就是有些补救的措施啦。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他可能边缘他就是模糊化，就把照片比较模糊了，让大家去读者去想象说，哎，这个好像有看到东西这样子。或者你们可以赶快 call 经纪人，经纪人赶到现场去再把水柱冲。再一次。我们以前在展场有碰过那种想要把手上艺人捧红的经纪人，要求他自己的艺人做一些比较暴露的动作。所以如果经纪人在旁边，会真的把他皮包拿来丢在地上，叫他下对弯腰去捡这样吗？有时候会，尤其是当艺人还没有说真的在线上红的时候，那经纪人的控制的那个欲望很大。对，他希望说博版面，用这种方式来博版面。对，那你后来在节目中再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有在心里面想说，哼，就是一个喜欢自己没有，可是会想象他的，就想象他的就是胸部的，就是那个照片就已经深深就会看到他的胸部，就会隐约的就跟着他的那个胸部对在一起。哦，真的假的？对，可是这么久了，你印象还在脑子里哦？就是会感觉有透视他胸部的感觉，嗯，连女生都会这样子。我会耶，我不知道其他人什么下流。不是，问你这一年来都是这样对待刘一新的吗？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是一种健健康的态度去。你翻什么白眼？去面对他，没有，我们不会这样。那让你理性的访问他一题。其实我们也不是很在意说他到底是真的。你有些会有愚天的表情出来，那种画面就会滑流啊，画面好看就好，所以真真假假无所谓。你要安慰他，对，画面好看就好。对，而且你那个整个状态是漂亮的，对，不像他们被拍到什么状什么状态，啊，是很有精神的状态。就是有美感。所以你也看过袁爱飞走光照是翻白眼的哦。他那是素颜那种，那种我们就不会停留太久。王一平意外走光，康永行人物超到位。你的走光最严重，是你刚出道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服装秀，对不对？然后因为我刚好被分到那个衣服是，它是用竹子做成的背心，然后我一走出去又超冷的，然后整个就是鸡突，然后鸡突的时候刚好就。卡在竹子上，天哪！你知道五线谱吗？对呀，哈哈哈哈哈！是不是很单一而已？今天要教大家一下，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穿得很性感，可是又不想走光的话，其实女明星现在是已经固定穿底裤、安全裤了，对不对？所以安全裤被拍到的时候，记者现在已经是把它升华为一律称之为露底裤，是不是？不是，记者们现在都叫那个阿嬷内裤。哦，安全裤是你们要不就拆穿它，说对阿嬷内裤，如果他穿比较大的安全裤就是称为阿嬷内裤。那如果穿很紧很小的安全裤呢？那他们那样走光危险就比较大。对，那就不安全。那就不安全，那就被当成是拍到底裤。所以像现在这五位，他们如果今天是开座谈会，他们五位这样子翘着脚坐在椅子上，那记者们都在台下嘛？是，他们坐在舞台上。那这五位最危险的是，影评吧，影评，影评最危险。因为他的虽然站的时候比较挺，可是他坐下来的时候他就会缩上来，缩上来。影评，你现在很危险哎。不会。什么？你在撑什么墙？就是很危险。他自己手会挡住，压住了。他有压
这样压住有用吗？我没有看到。现在那个相机快门非常快啊，以前大概一秒在四张，现在一秒十张。因为他如果现在，比方说他打一个喷嚏，他手一抬起来，他只要一笑或者做其他的动作，那你就听到那个快门声会啪啪啪啪啪啪一直改。在很多场合都是这样。王颖平，你光是这样的坐姿，然后比方说董事长进来了，你要站起来跟他握手，你一站起来，你的手就要离开那个地方了。不会啊，你站起来。然后会这样子啊，董事长你好，这样子，你真的有办法挡到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子，这样就好了。啊，董事长又来了，你进进出出啊，进来再出去，进来再出去，好累啊，总是有一次没挡到啊，对不对？他是不是会有问题？总是有一次没挡到就会被拍到，机会。所以你们的斗志就是这一种，就是说我今天就跟你拼一小时，是不是？对，就在等那个。就是这个小时可能等的是那个两秒或三秒的状态。那你真的遇到过从头到尾防的滴水不漏的吗？很难啦，其实很难。我们常常拍到的状况就是说他大笑，大笑，大笑，大笑为什么会走？就他的肢体动作就会对动作会大一点，好难哦。所以你的走光最严重到。是你刚出道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服装秀，对不对？就其实那个服装秀是晚上的秀，然后他就是结合设怎么样？他手现在不敢抬起来，他就结合了设计师。然后因为我刚好被分到那个衣服是，它是用竹子做成的背心，然后可是它的竹子跟竹子的都是小竹子，而不是大竹子，所以竹子对，就是一节的竹子吗？就一。圆圆那种竹子，不是竹片，一根一根的，对，一根一根的。然后它是这样做成一个背心，像藤条那样的竹子。对，然后后来因为那个时候是冬天的时候，然后我们又要穿这么清凉的，然后我一走出去又超冷的，然后整个就是鸡突，然后鸡突的时候刚好就卡在竹子中间，竹子的中间，因为设计师有讲说不能穿 New Bra 也不能贴胸贴，那不能像五线谱吗？对呀、啊，还有竹子想象力蛮丰富的，已经就这两天的单音而已，就是大家都发现这件事了，然后我就在想说。然后前面因为走到前面都是设计师有希望这个效果吗？没有，他是比较喜欢崇尚自然，就是他觉得说就是他不需要有什么东西去破坏到他的衣服的美感。然后他可能想象那个竹子正好应该在点的正前方挡住，他们要压住，就每个人的胸型不一样，然后又因为点会自己找出路啊，就是走到最前面要定在那边，一定要摆 pose， 而且又不能一定，然后就马上走，一定的时候就一堆的那种声音，然后就觉得好可怕。然后那时候新人说，那你当时脸上什么表情？我脸上表情其实眼睛有睁大，有默默吓到那个声音，然后赶快快速的。果然在回程，来不及了，因为一秒钟就够了，对不对？所以心里面有高兴，说哇，第一次就红了。没有，那时候并没有想说要穿这件衣服而红，或者是怎么样。那是你第一次走，还好就是水果报纸对我还蛮好的，是他们发的是另外一张是长礼服的那一张，而不是发那一张。那张竹子的现在没有面试，是不是？竹子的有。要找还是找得到，因为所以观众现在去搜寻竹子，我不知道说打竹子，或者是可不可以找得到那张照片？可是可能照片看起来没有那么严重，是你想的？没有，是放大。我有去点过，然后发现也太明显了吧？就以前像竹林中有水果这一类的。你说那个就是对哦，所以马哥你是你在你的国家里面是习惯不穿内衣的，对，因为我们其实不觉得有租那个贴胸贴那些，没有，不会那么好奇，对对对，觉得是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所以在路上看到的女生很多都是不穿内衣，不穿内衣的。对，还有我是海。来台湾，我有一段有很短的有一段时间不穿内衣的，是后面我发现到很不舒服，因为大家都会看你，所以在捷运还是在路上，对，会一直那样子盯着看你，因为就是就会非常的盯着你，怎么可以？啊，我怎么了？我也没有穿内衣啊，对，没错，有一点点，所以男生谁要拍你？对啊，所以在台湾你隔了多久才决定要穿内衣？一个月。
就决定要穿内衣。对，一个月就已经我发现到真的是不舒服，真的是已经是不是只有感觉是不对劲，是真的不对劲。是有人会靠过来，一直看哦，会一直看，然后是那一种是。立住了，中邪的表情呀！你有那么好奇吗？戏员从不博版面，面对记者有妙招。戏员自己就一直没有这种压力，说为了博版面一定要怎么样，对不对？因为我本身也没有什么这个条件，我也没有往那方面想过，所以人家自然看到我会把这一段神经切掉。但偶尔有时候他们会还是有时候比较不认识我的记者，还是会说，哎，那孩子摆个 S 型曲线来给我们拍一下，然后就说啊，好。哎，好，哎，然后就觉得好很严。你去拍的时候，如果那个女生从头到尾都防得很严的话，你们会真的开口说叫她捡捡东西看什么之类的吗？可能会有文字记者过去问，跟她问话聊个天啊，然后想办法去捕捉到的。对对对，你们叫声东击西，是不是？对对对，他可能在这个时候他聊天，所以你们希望文字记者去使他大笑，看看能不能逗他一下，或者说跟他沟通一下，都有可能。对，所以每一次文字记者走过来，然后不知道在讲些什么话的时候，就是被你们逼来，就是说他今天服装可能已经有那个危险了，就是我们可以拍到一些东西了，花絮的东西。然后文字记者说他也需要这样的画面， okay. 那我说那就互相会去掩护。比如说文字会去跟他逗他，或是把他拉到旁边说，那我们今天要不要在这边板子前面再做几个动作啊，或什么跳跳舞啊什么的。对，那这时候摄影就赶快去捕捉这样子。所以听了有没有觉得很害怕？对，以后不敢乱聊天。不要跟记者聊天。有没有更害怕？可是魏曼你怎么会都没有遇到过？是有人提醒你吗？就是还好哎，就是真的没有被拍到过哎。因为你自己选的衣服可能也都是比较保守。没有，有一次最近电影的那个首映会，然后我也是穿这么低，对，然后他们就是会一直，他们说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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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这样子嘛，然后我就都从头到尾都这样一样姿势，我就是都不动，对，不管他们喊了十几二十遍，对，或者 cue 我单拍或者怎么样，我就是这样。就自己要盯住一个角度，对，我就是盯住，然后头发就是遮好旁边，不要漏到旁边的东西，然后我都不动。所以比较容易出事的会是两边你们以为旁边还蛮容易的，就是 new bra 会露出来，或者副乳啊什么的。因为刘一星好像是妈妈吃了这个亏，是不是？对，因为就在那个事件之后没多久，我跟妈妈去上一个节目，是走台步，然后是穿设计师的服装。那妈妈因为也没有太多经验，我们也没想过妈妈会变成。被媒体注意到这件事情，因为那个衣服很厚，那而且因为我们是当天早上才拿到衣服，当天穿就直接走，就那版型很厚，所以侧面女生在叉腰的时候她有点会立体，然后就拍到 new bra。那可是其实对我们来说 new bra 还好，因为看起来像肤色嘛，那记者就把它圈起来，然后就说就是说妈妈跟女儿一样，就是都会曝光。那我妈后来看了那个，她就大哭，然后她在半夜十二点，就是在隔壁房，她就传了讯息给我，她说她是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家，然后一直过着幸福、平静、安稳的日子，就很文言文。她说为什么要因为我的女儿的工作，然后她必须要捅这个浑水？为什么要讲的她很爱露？她只是陪我来走秀，为什么要这样说她？然后我妈后来一整个月她都不出门哎，然后就受打击了。然后我们在家里面。面对面看到我妈就看到我，然后就这样子走掉。然后就是你如果妈跟你讲，或是跟你吵架，或是骂你，你还可以接受。可她是那种很冷漠，然后就是自己受伤的感觉，会觉得好难过。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把妈拖下水。经过这些事情，你没有想过以后要怎么防止走光？就是完全贴双面胶，然后侧面就四个边都贴，或是合身到像这样，就是它不会掉下来的。是贴身的，紧紧的，有弹性的。对，因为那种硬的，真的你一弯它就会凹起来，然后侧面就很容易看到里面的东西，就很尴尬。请问是高脚椅比较难坐还是？我觉得沙发应该是最难坐的。就有时候记者会上，电影记者会上，他是摆沙发，然后你一坐进去就陷进去那种，你就无法控制这边的力量的那个角度，很容易就是漏。还有要起来的时候，就必须得用这个力量，就有可能这边就会。
哦，对。对啊，沙发真的是很整人的，沙发得坐在最边边的地方。对，那高脚椅的话，哎，阿贝准备好了，对对对，准备要拍了嘛，对不对？高脚椅的话，其实就这样半靠半坐就不太会危险。那飞，你坐坐看高脚椅。哦，你这件衣服是完全安全。对啊，因为就整个会遮住。那有可能飞到哪里去？不要怕，这个脚在前面嘛，这个哦，对，你会比较好。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可是影评坐坐看高脚椅，因为我的是伞状的，比较容易遮住。哦，注意哦，注意，哦，交叠，对，腿交叠就可以。这样手好累哦。不会啊。而且你知道？没有啊，我用这边。有的时候还要表演那个大家共同举杯祝贺，就是要大家都举香槟杯啊，那个就没办法了。可以。可是从我们这一面看，就是还。就是那个大腿，对，有可能是记者都很说这个地方啊，那边怎么了？就是大腿下面的，那个被认为是漏了，是不是？对，他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搞，可以拍到从下面拍到底裤。应该是怎么办到？其实很多时候起来的时候，摄影他不是特意说这个角度去拍，有时候他是因为他带了DV 或什么，他事后回去看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有，就每一格包括他的相机，对他也是在看，哎，他不是说特意的。可是他后来事先发现有，那上面的就是长官就说让登登上，比较有效果。那影评，你如果从跑车出来呢？哇，这件衣服没办法、啊。跑车出来的那一刹那，你知道我上面是空的，想说要顾下面，因为你还有东西啊！你刚刚讲跑车，跑车大概就这么低啊，就跟板凳吗？跑车大概就这么低，开门出来了。哦，这个没办法，这个没办法。王雨萍，你有办法吗？那这跑车就这么低吗？跑车就这么低了，怎么会有这么矮的跑车？这个没办法，这没办法的。来试试看，王雨萍。考到我了，考到我了！你还正面这样子？哎呦！哦，跑车怎么可能？对，跑车是这样子。这是赛车的。然后我那时候一起来的时候，其实上面因为减肥的嘛，然后就空空的起来，然后所以我在想说，应该是那个时候被拍到，就是。而且你跨出车门要怎么跨？哇，这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穿长的礼服，所以下面其实是还好，就直接这样跨，然后就扶这样子。OK。我现在起不来。对呀。哎，大家遮一下，遮一下，遮一下。其实这个训练只是女明星专用，因为一般人在生活中根本不用担心这件事啊。男朋友看到你走光一下，有什么关系？可是如果坐公车啊，被人家盯上啊什么，那就危险了。OK， 哦，这也是。所以袁爱妃生活中是不会穿任何有危险的衣服的。其实我比较有的缺点就是腿很容易开开，因为我可能坐姿会没坐相，所以我平常在家里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字型这样子，字型就是我可能就会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在家里的时候，家里没有这样子啊。可是因为其实刚开始就是，比如说上节目的时候，我就很容易会不自觉就是慢慢的，然后越来越开，很容易就这样。这样，然后就会就是经纪人说，哎，这样真的很丑。然后或者是我们在，因为我现在跟小蛮有主持一个美妆节目，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很 man， 然后等到最后真的聊起来就是这样子，哎，那不管是怎么样，就是只差没有这样子了。然后可是后来是真的有被网友骂，他们就觉得腿开开是不好，他说很像探假杂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哦，好啦，就是以后就是把腿合紧，对啊，确实是不太雅观啦。胸贴是一定要必备的吗？对，可是我之前不知道，连外景都要，就是游泳都要贴胸贴，所以我们就没有带。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去，他们可能以为游泳衣本身那个衬垫就已经够了，因为是你有动作的时候，它就会有镂空啊，然后你的点就会跑出来。哇，可是因为你下水，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胸贴一定会浮起来啊，你可能就是泳池漂的胸贴，这样好像也不好看。然后后来我经纪人说，你怎么可以不贴胸贴？然后就丢了一卷那个肤色胶带给我跟小蛮。然后后来我们讲说，好，那就肤色胶带把它就是弄成胸贴的样子，对。然后因为可能肤色胶带太黏，然后我是慢慢撕，所以我就还好。然后小蛮是讲唰唰，然后就说啊，我流血了，我的脸就是皮给撕下来了，对对，撕了一点点皮。
然后我们两个就觉得，哦，你们明星好辛苦，不是很吓人吗？主角最后胸前流血啊。是后来，就是我们就是收工在饭店的时候，嗯。所以魏曼为什么你会那么谨慎的都会有胸贴？我觉得胸贴都不够哎，因为我虽然没有在那个报章杂志上面报纸上面曝光过，但是我拍杂志内页或是封面的时候，我其实就是现场的那个电脑萤幕就是有拍到，我就只有贴胸贴那样子，因为就不能穿，就是只能穿下半身肤色的内裤，为了拍性感照。对，然后上面只有贴胸贴，然后有时候又不能贴 new bra。对，所以后来我就有一个绝招，就是我就手臂下面粘双面胶，就一直这样子，把自己粘住啊，这样子，手臂下面粘双面胶干嘛？这样他把自己粘自己，这样你自己用自己的手挡住。对，因为你姿势瞧好之后，可是那你这样不是只能摆这个姿势吗？尽管要换姿势的时候，它还是粘着。其实可以摆很多姿势，对，可以摆很多姿势。你可以示范出三种吗？这样黏住之后，黏住之后，譬如说这样子嘛，这样子，然后或是这样子，真的啊，你看哇，或是这样子，对，还有两手托，对，完全完全，对，所以我觉得这招很好。我们下次来约好手不要离开这边主持。记者们，记者们应该觉得他们疯了，就是说开始穿很多也没关系，会有新生代出来，对，继承这个事业，对不对？这个一直会有。女性的艺人走这个路线是，对，所以比方说那个刘亦馨，她说我现在就是不再穿性感衣服了，你也不会担心说那就拍别人就好了，就不要管她。对，那刘亦馨，你从此版面变小没关系吗？没有，我现在开始拍照啊，每个记者都会说你这样子，很多新生代都越穿越性感，你这样不行，你要就是保持你的性感的尺度。会劝你。对，然后我都会跟他说没有关系，因为这样子可以给新生代的榜样，就是说我们就是也熬了3年，我终于可以把衣服穿起来，让新生代也觉得说他们有一天可以这样子。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吗？对。这3年内把衣服穿回来。我都这样跟记者说，然后他们就比较不会勉强，我就说好了好了，算了， okay, 就不会再强迫我。那会不会感觉从此真的版面就小了呢？还好哎，就可是以前可能都是泡汤啦，或是游泳的专题，现在又变成说煮菜啦，或是攀岩啦，或是瑜伽，就是不同的方向，就是还有新闻可以做，反而走出另外一条路来。对对对，就是比较健康的风格。因为西元自己就一直没有这种压力，说为了博版面一定要怎么样，对不对？因为我本身也没有什么这个条件，我也没有往那方面想过，所以人家自然看到我会把这一段神经切掉。OK， 把你当男明星对待，就不会有什么性感路线或裸露路线这一类的。OK， 然后也不觉得一定要这样才能成功，也不觉得。但偶尔有时候他们会还是，比如说比较不认识我的记者，还是会说，哎，大 S 摆一个 S 型曲线来给我们拍一下，然后就说啊，好。就觉得好，那也没办法。你想得出来，所以现在你跟妹妹们一起出席活动的时候，如果一个时尚之夜，他们穿这样很多很性感衣服出来的话，你会觉得说那就让他们版面大一点没关系？没关系，而且我会特别其实注意的呢，倒不是谁有没有穿帮，而是谁的仪态比较好，这个时候可以展现出来。OK， 所以最后你对袁爱妃那个这个部位有什么建议？就是你尽量想的好好吃哦，好好好吃哦，对，不要想的好难吃哦，好难吃，对对对，讲好难吃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好好吃哦。的嘴型就好了，所以平常讲话都要。你连这个都会一致啊，太奇怪了。因为你说好难吃，好难吃哦，之后你嘴巴就变这样子了。哦，好好吃哦。对呀。是我们逼他吃臭豆腐，他还是会露出这个笑容。好，所以今天教大家一些那个小小的秘诀。不过，反正我觉得生活中大家真的比女明星放松一点，就只要身边的没有这么喜欢拍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了。然后，陈汉典，你终于被揭穿真面目，谢谢大家，谢谢。